长裙整冧市仲要长过大萧条。香港人见到丁蟹就谂起个市会跌，但欧美人就话见长裙经济差。呢、这个咪系1926年英国经济学家嘅裙摆理论咯。哎，咁咪大镬！近期碧咸嫂、Christina 佢哋着亲都系平均有成33寸长嘅长裙，直头系自1929年大萧条以嚟最长。佢哋90年代着住短裙仔，欧美经济蓬勃，啲裙得18寸长嘅啫。不过专家话，虽然家阵条裙长到拖地，但经济好转紧噶啦。诶，都系唔系啦？嗱嗱嗱，换翻短裙仔啦，益唔到个市，都益下我哋啊！